就是眼圈哈。啊，咱咧跳来跳去吼，安尼都要甲会场会失礼者，安尼真歹势，真歹吹啦哈。啊，不过我这个人我时啊就是安尼哈，较爱跳来跳去，较不爱乖乖啦哈。所以咱今麦个跳来哈，这个中部场啊，中部场啊，这个刘克湘啊，刘克湘啊，刘克湘大拢做法咧哈，今麦。是主人写作的官微啊，哈，写足济足济物件，早期拢有那写诗，有那参与时写活动，哈，后来也写作一直跨一直跨去，哈，啊，虽然是安尼，伊嘛是要有咧写诗，所以咱今日嘛邀请伊来伫中部场念个诗，啊，咱伫遮，咱嘛要请麦春来代吟伊个大肚山来请。我即马。所来要念的诗是第四集的一百零四页。这首诗的诗名是《大肚山》。老爸打铁马甲我载，翻过有红土的望高寮，总算是看到海啊。大汉去做兵，我想是那的山林兴军，远眺的山的海加真大。清明的时候，去阿公阿嬷的灵骨塔行大，徛踮官房官房长影，开碧荷花的山轮，望着海是加界远。怀念伫老爸脚床后伫捡茶的日，高台七顶拿伫摇串，挂头毛白苍苍，目睭模糊。才看到那海、那山都唔老啊！多谢，谢麦春哈。啊，咱今嘛要刷落去，咱有哪是来这个？这中青李长青是伫中部场哈。这个李中青啊，李长青哈，这少年啊，诗人哈，啊，伊写作写有够济、够认真诶啊。啊、哦！跳箱很巧，敢找着？啊？有找着无？问题，李长青哈，无李长青哈。啊，伊应该是咱即摆上注意讲少年辈吼，得失重上济，即点面叫咱李逵现前辈做会着哈。有哪是失重，有哪丢够济哈？啊活动咱也足强，啊写作写有够济作品啊。今年嘛，打算出一本新的诗集哈。啊，伊的诗呢，咱要请。老先生甲咱代言落雪，请。落雪，诗人李中青。无声无息，风景伫窗仔边，家己累积。白色的笔，温柔那写伫乌色的土地，像千丝万行，轻声细说。白色的字，有一天会无去。当时的雪水，希望你会记得。多谢。多谢先生哈，啊，即卖咱剩几个啊？即、這个南部场的，好、哦、两个。诶、欸，啊，罗汉修算中部场啊？哦，哦 ，OK， 好，安尼好，好来就伊迄个徛起的所在啦哈。咱最后剩两个，咱念了哈，咱就会有休困啦哈。所以啊，咱会休困差不多15分钟。啊，然后咱才阁转来，哈、啊，转来咱才阁来坐人，安尼哈。所以咱接续咱要啊，小介即陈俊雄，啊，陈俊雄是台南一中的老师退休，虽然是退休啊，嘛是爱搁伫诗人界来算少年辈的诗人啦，哈。啊，伊个无去写作嘛，算做作认真写作，写足济物件，啊嘛得足济奖，南部的奖、各种的比赛，伊差不多拢有去咧参加，拢有得奖啦，哈、啊。所以即。真趣味，就是讲，咱的母语写作，吼，虽然是讲啊大奖可能无啦，不过小奖那不断啦，哈、啊。所以啊，咱这少年是拢做认真的写作啊，参加比赛安尼，陈俊雄，吼啊，咱嘛是要请新现代代言伊的诗作《柳影吴俊怀故居》。《柳影吴俊怀故居》诗人陈俊雄，无论你过去。怎样的窈窕美丽？今仔日已经无人甲你关心，为你痴迷。除了迄几个无聊的诗人，有时要吟唱着熟悉的诗歌，
想要叫醒你当年旧年的记忆。岭顶的春风同样在吹，吹不回温柔安尼我老去的青春，吹不起多情少年家迷动的身躯。今夜的月色悠然暗淡，照着恬静无声的五更处，照着杂草四季的门口埕。多谢，多谢先生。好，今麦上尾的哈，鹿晗秀了哈，鹿晗秀大家拢知啊，鹿晗秀哈，大家拢捌的哈。啊，但刚捌伊的鹿晗秀，啊，伊本名拢袂记住，我嘛袂记住哩啊哈，那像姓王的款啦。伊写的诗虽然讲量无济，不过执着完哈，啊，拢保持起啦哈。啊，甚至一般的外界哈，外界讲写不离诗哈，一般的哈，哦，较捌鹿晗秀，因为伊这种播着曲的唱安尼哈。啊，咱今麦要请乐春哈，用乐春来念伊的诗作《爱河之歌》，请。我即马要念的诗是伫诗集内底的111页，吼，请参考。爱河之歌，诗人鹿晗秀。那阵啊是一条河，注定艰辛找大海，未来远远在等待，一路向前新世界。爱甲亲像一条河，逐天浮沉的心思，海鸟陪伴来安慰，月娘带路影相随。云照影，风有声，船划水影，天地醉。透甲清，黄昏水，两岸唱歌是花蕊。多谢。多谢，多谢乐春。哦，安尼咱即卖安尼一困吼，就听下一诗啊啦。咱有可能透世人捌一届听下一诗嘛吼。哦，咱较无读诗、听诗的这个习惯，吼，咱的文化较无吼。诶，其实有诶，这个世界有诶所在是安尼吼。比如讲，你若去到东澳去 check 啊，这种所在，你去 Starbucks 去遐啉咖啡，可能就有人变起来讲。啊，我来念，我今日写诗予大家听，啊，大家着听念诗，着甲拍破啊。你日常生活着是有诗，但咱离诗足远。吼，啊，今日甲在咱主办单位，甲咱主办一场安尼吼，咱一睏着听遮侪诗，吼，啊，有可能你可能消化袂起，所以咱小可休睏者，等下再搁转来啊。无语诗作的主题甲风格，即第一个，啊，第二个讲。起做无意思的语言美学主题观，这第二个，所以咱先进行第一个，啊，讲无意思作的主题甲风格，主题甲风格啦，啊，安尼啊，咱我想，咱可能是 lady first 哈，好不好？你头先上后边呢？哦，对，我见啦哈，安尼啦哈，你讲我先，我就讲了。安尼啦吼，咱即马先讲这个主题，因为大家可能爱去小我一个时刻吼，所以我先讲解说题目啦吼，讲母语诗作的主题甲风格。当然，你唔是用母语写作哈，你用华语写作，还是用其他语言写作，你可能嘛是爱讨论着主题甲风格。吼、哦，共款物件嘛，你既然是写作，拢是讲你要写什么主题，啊，你的风格要哪表现？但是你用母语写作的时阵，会有甚物无相像？啊、哦，有甚物款的无相像？啊，创作的人，咱在座的，咱伫头前咱四位诗人，因到底因的经验是安怎？啊、哦，所以咱是叫损失啦，安尼无咱。即马要摆顺序，大概听你知道吧哈。即马不得按年龄来摆，你知道吧哈。即马有年龄的好处的哈，所以安尼我那是那李奎贤应该是排第一的哈。啊，无请奎贤，咱拢坐咧的哦哈，咱拢坐咧奎贤，啊，咱大家拍鼓来。
啊，多谢主持人，李金华教授，你不一定搞透露我这个年龄吼，上老，你上老。对这个今日主题探讨母语习俗的主题甲风格，我有一个粗浅的感觉，就是讲，其实对主题甲风格要来论的时吼，甲是毋是母语，还是是毋是用台语，还是用华语，甚至讲用英语写，都实在是无关系啦。主题基本上是写作者本身伊伫选择的物件，当然会今日会去讨论这个物件，我相信有一个关系。